终于把这两个大包收拾好了，里边的东西又重新整理了一遍，简直是要了我的命。但是看看这边这景色，我等会儿要把，因为这两个包里边东西经常用嘛，这包是吃的，这包是衣服，但是我不能从这个地方上来，我不可能从这儿上来，我上只能是从这儿上，我经常要会把它们翻乱来找这两个包里边的东西，所以我把这两个包等下要移到那边的角落，就是移到那个角落去，这样的话我就方便取了，把不常用的东西全部堆在这个，反正我也不会去碰它，对吧？这样规划一下还是比较有意义的。继续干，无意间找到这个东西，大家还记得我买的玫瑰糖吗？你知道车上有多热吗？糖热的化成一块了，一整坨。大家记得我买的时候应该是小块小块的，对吧？现在整个就是一坨。你说车上有多热，糖都能热化了，所以我一般不敢把米粉放在车上。这包糖怎么办呢？就只能啃着吃了。哎，三包还没吃呢。像这样子，水放在这边，这些水我以后不能再补给了，因为已经足够了，所以我先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边，它们就不会就是来回的倒了。吃的移到这儿，衣服移到这儿，两个没用的书包移到那边去，然后等一下这两个东西我再想看放哪儿。这个水呢要拿下去喝，瓶装水要拿下去喝，放冰箱里边冰镇的喝。这些水也要拿下去喝，衣架还是要收起来，大家给它找个合适的位置。我已经很努力的把上面拿下来的水啊什么的塞到这个里边来，但是冰箱都塞满了，我还有这么多桶装水还有矿泉水没法放进去，这个已经全部塞进去了，还有一桶可乐也塞进去了，这个我还是要拿上去。然后今天昨天那个徒步小伙，因为我们昨天去跟他们喝点东西，还给我买了一瓶这个茉莉清茶，本来饮料就够多了，我谢谢人家的好意了，还是留起来，梯子我已经放在这儿了，总算这下又舒服了。这些零水先临时放在这儿，就是瓶装水，我每天可以够得到，那里边是储藏的水，吃的，衣服，早餐袋，这边两个书包，那儿有一包竹荪放在那儿。这边呢就放这个设备包，这里边我整理过了，这直播架子，这个架子要经常用，所以就放在手能够到的地方。这边呢就没法弄了，这边电影拍要随时能拿到，对吧？就放到稍微里边一点可以探得到的。这是我的睡衣，这玩意儿必须得放在这儿，所以这放在其他地方还不合适，因为经常要把它移到这儿来听音乐。其实我可以把它固定在这儿，但是我不要这样去做，太麻烦了，先放在这儿。衣服等会儿还要就要换了。哎，这儿怎么卡的一个耳机啊？哇，失而复得，每次收拾上铺都能失而复得一些东西，挺好。先丢在这儿，这个位置也是等下要整理一下的啊。忘记把这个放起来了，冰袖是我买的。它属于那个柜子，等下给大家看看我带了多少护理。哦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不太常用的拍摄设备，因为比较沉，去一些拍好风景的地方才会去。这个放在这个上边来。好，大家不是说喜欢看我收拾东西吗？这喜欢看吗？多烦躁，我看着这个心情特别烦躁。呦，搞完了，这就上去把灯关掉，就收拾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这个经常就支在这个冰箱上用，因为比较方便，不用折叠桌子。忘了告诉大家，上面其实也是有灯的，但上面这些电线我都插满了，跟上面插的东西啊，灯开关好关掉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哎，开关关掉。其实上边你看，头冲哪边睡都可以的，两边倒是有灯的。然后最后一步就是把它收起来，放在这个位置，我还可以上下，
耶！白天问了这边那个管理室的，说我们可以把电插到这个厕所里，因为他们厕所门是会锁，但外边那个电源我们是可以用的，所以插到电源，白天不能用，晚上能用。出现点意外，这个他那个插孔坏了，然后接不了电。肉他们现在已经在启动发电，我的电量大概我看一下还有多少，还有36%，应该是够的。但是我还是要把这个车启动了发一下电，因为毕竟现在大家都可以发电嘛，有点吵，半夜起来发电就不行了。结了个蜘蛛网了。对，我这儿这个蜘蛛一直在那个什么藏着呢，倒车镜里藏着呢。没事，让它补吧，顺便还能抓两个蚊子。启动发电，看现在充电，以900多瓦再往里充，充10小时充满，但是不可能充10小时嘛。所以说这个车一旦没电的话，启动前车怠速发电，有的人说这对发动机不好，其实没事儿。看着这黑暗的环境，就知道我在节电。水还有几乎是满的，等一下要洗个澡，洗完澡之后呢再把水补满。洗澡呢就开水泵开始加热可以了。毕竟这个节电是节电，但是也不用太节约，现在已经充了41%了，还好也发动了大概半个小时吧，充了多少，刚才36%，5%吧。但是我电脑这边我就用这个 LED 灯，其实这个灯还是挺节电的，照明就用它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先去洗澡啊，卫生间没灯不能洗吧，这也太黑了。对，至少要把这个灯打开。拖鞋，哎，水杯怎么会在这儿？水杯晚上再把这个水灌到这里来。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还有我的多肉有一只快挂掉，看到没？这只，这颗对吧？快，两边已经朽掉了，可能是因为移盆的过，看能不能养活吧。但是看到里边已经开始腐烂了，够呛了。这颗够呛能保住了。洗完澡换睡衣，先冲多少？洗了个澡冲了1%，好吧，先穿衣服。我现在就出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倒黑水箱。反正要等那个水嘛，要不是等那个发电。哎呀，这个不好抠。好了，去把黑水箱倒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倒黑水箱，但这边还是挺亮的。就是箱倒完了回来，哎呀，水加满了他的车，那轮到我家了，流出来了都。哎，这样子要开的水小一点，慢慢的加，不能开太大，不然的话这个又会冲出来。这边把水管开小一点，慢慢来。对，这么一点点就够了。把米楼遛完就回去睡觉了，明天就要离开这儿了，不在这儿再多耽搁了。原本打算要待3天的，但现在看样子是3天是不行了。米楼过来过来，那边有水来过来。这堆线还没整理呀，这边真是乱七八糟。你看这些线，把这耳机啊什么一个都拿出来，这也是个耳机，这边还有各种的线。这样我要把灯打开整理吧，要不然太黑了。好，是时候用它了，对吧？很久都没用过它，从来都没用过，应该说，缺电的时候就可以照明，就靠它了。搞定，全部收起来，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弹腿了。因为我的硬盘啊，在这个下边，在这个后边，防震的，
放在这个，要不然这个硬盘啊，颠簸在车上如果不做防震的话，很容易就颠坏。那里可都是宝贵的资料啊，就是防尘罩、两个小靠枕，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它们拿下来，让米洛能从这儿跳下来。他有时候晚上太热的话，他要下来的。所以今天可能就是这样子了。他们还在洗澡，应该是。我这边发电应该不用再发了，我要关把火熄了，睡觉了，45%了，足够了。大家晚安，明天见。Thank you.